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熏法安心读书会每天为您分享熏法相心得。今天的主题是深信精勤渐入佛智，第1510集我是为智。经文：是时菩萨大众弥勒为首，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如是三伯已复言：我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前面的文提到，世尊在回答问题开示之前，一再的叮咛告诫，汝等当信解如来成谛之语，总共讲了三遍，也是告诫了三遍。那这时候在场的这个菩萨大众弥勒就出来作为一个领众者，作为代表，很恭敬虔诚的合掌，对着佛就说了：世尊，我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请世尊您为我们开示，这是我们最虔诚最大的愿望，我们都会这个相信而且受持佛陀您所说的这些真实语，您开示的法我们会好好把它 用出来，用在生活上等等，我等当信受佛语。这样说了几遍，说了三遍，如是三白已，三白就是白是口白表白，说出来，这样讲了三遍。那如来不是告诫了三遍，那这个弥勒为首的这些菩萨弟子们，他也回答了三遍，可是三白已以后复言又再说一遍，等于是又很恭敬虔诚的再请愿，再请一遍，所以总共请了几遍，四遍，复言就是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因为这个很重要，今天最重要的文就是这个信受佛语，所以弥勒呢很恭敬的再讲一遍，但是请了四遍。那佛陀一开始不是告诫三遍嘛，那他要在开始讲之前又简单的告诫了一遍，总共也告诫了四遍，所以有四请跟四戒，他最后有要讲之前有讲汝等谛听，汝等谛听，谛听就好好听，用心听，这个在明天的文会出现，今天上来的开示这个谛听也有出现在后面，所以如果人家说这个这一段如来受量品总共是告诫几次，这个请了几次，请了四次，三伯已又再讲一遍是四次，那告诫前面三遍呢开示之前又再告诫一遍，这样也是四遍，这表示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慎重。我们来看上人的手札：佛语为诚实不虚，敬诚为审谛无漏，唯是深信精勤渐入佛智之量，若欲以自心量比，则反不能得入矣。这个文看起来都蛮眼熟的，之前有些上人有开示过那今天因为要讲信受佛语，所以上人就从佛语开始讲佛语是诚实不虚的那佛语就是佛陀留下来的这个教法那我们来看我整理的这个图表这样比较容易懂今天我就想说上人开示的重点要怎么呈现因为这一段文好像要呈现的是信，对不对信当然是基本的信，可是不只是信你要信受奉行，所以上人这边写说深信精勤可以渐入佛智之量，所以重点重点是什么？信受以后要入佛智量，入佛智量，智量就是什么？进入佛的本怀啦，进入佛的心，就入本门的意思，就是说重要的是得到佛的智慧。好，可是要 得到佛的智慧，它源头是什么？源头是要学习佛法。好，佛语就是佛法，佛陀留下来法身慧命这个透过阿难集结经典，对不对？透过这些经典还有这个古代的这些大德这个帮我们整理佛法，把佛法传下来等等，开示佛法那学习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以致用成就慧命，因为 学任何东西特别是学佛法不是说把它背起来这边诵经而已，就是要拿来用，跟生活结合，事理要汇合，
这样才能够成就慧命，这是最重要的、哦、这样。那有些人呢、哦、就没有做到这样的话，他怎么他就贪着于什么世间的享受啦、名利啦、哦、根尘相应的。上人今天把根尘相应讲得非常好，就说你有时候贪图一些、美色啦、享受啦、美食啦、名利啦，有没有？不管眼耳鼻舌身这样、哦、那这样的话就执着以你的业事，就是你这样就会造业、哦、就是你这个六世七世八世这边不清净呢，就会被这个业力牵引，对不对？好，那所以唯有信受奉行，唯有转世成智，体解大道、哦、你才能得清净，真正这个佛法入心来、哦、这样这个才是佛陀的本怀。那佛陀他智慧无限、啊、他老早就讲知道这个虚空无尽、哦、佛心是净极清澄的，是无为无漏的、哦、等等。那这个境界如果没有信受奉行，没有转世成智，没有体解大道，你是不可能理解的。所以理解以后好好的去、哦、深信精勤、哦、然后这个就可以入佛智量、哦、就得到佛的智慧，这无上正等正取、哦、这样。那 这边的文事请世界也好，再来就是用心谛听也好，都是要让我们入佛智量。所以今天重点有没有？我只把信受奉行跟这个入佛质量把它特别用黄色的边框框起来。好，上人开示这么多，就是信受佛语啊，我们信受 佛的这个法，佛语就是佛法，那重点是要拿来用，好，学以致用，就会成就慧命。那过程要转世成智，要体解大道，好，这样的话我们的佛心就可以跟佛心契合在一起，就可以体会什么是无为无漏、哦、就可以进入佛的这个智慧、哦、还有佛的这个、哦、这个妙觉慧海、哦、这样的一面。所以这边写唯是深信精勤、啊、渐入佛智之量、哦、这样才是渐渐的，因为它经过长时间的，很长很长时间，所以为什么写渐入，那不是很快的，可是方向对的你就会入、哦、那如果用自己的心、哦、自己根本就这种狭隘的心啊、这个混浊的心、啊、烦恼的心、啊、或者是、啊、无知的心，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啊、去衡量这个佛心、啊、或是佛法、啊、这样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啊、得入的。所以今天重点是那个入，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入入本门、啊、所以这是今天的重点、啊、是、啊、信受奉行跟入佛质量，这样大家应该有理解了。好，来看今日文法心得。学法就是要学以致用，学来就是要让我们用、啊、其实我自己做教育训练做了几十年、啊、大概 三十几年吧、啊、以上、啊、这样我体会最深的就是有时候我如果去主持结训、啊、我也会讲这个、啊、就是学习学习嘛，就是要学以致用、啊、这样。那再来何况生命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有生命啊，我们的生命能够成就慧命，生命乃由时间所构成、哦、你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所以一定要把握分秒，活在当下、哦、用心投入、哦、这样入人群、哦、行菩萨道才能够成就慧命、哦、信受之外我们要奉行，信受奉行身体力行，我们才有办法体解大道，这是必定的道理、哦、我们的生命若能够体解大道，法是我们的，不是佛的、哦。上人今天对于这个他也解释的很清楚、啊、就是说佛不是用来求的，不是用来拜的，不是叫佛加持我们、啊、我们求佛啊，佛就把他加持好、啊、像我们就得到佛法，不是这样、啊、这整个主宰是我们，我们自己有没有信受奉行、啊、有没有这个体解大道、啊、有没有精勤、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做到了、啊、去除自己的烦恼无明、啊、把握当下、啊、这个投入人群、啊、去行菩萨道，这样的话、啊、才是我们、啊、这个可以觉悟的一条康庄大道、啊、来看上人的开示。用心、啊、好好听、啊、听不只是要信还要解、啊、信解之前讲过了、啊、佛陀他也因为要开始说这个很深的法、啊、这个上人最后结语还是说接下来的法很深、啊、就看大家有没有用心，如果你用心一步一步的理解上人的法，这样渐入
就可以见入这个佛的智量，因为佛的智慧这个量，哇，这海量，这是无量的，这样，所以是很深的法。所以他一再叮咛，一再交代，大家一定要相信啊，这法是真实的。那要有恭敬信仰的心，所以我常常讲说，法在人群中得啊，法在恭敬中得。所以你要得法，一个要入人群，一个要起恭敬心啊。所以升起恭敬心啊，这个接受入心，法入心，法入心，对不对？法入心就用在生活中啊，学以致用，这样就对了啊。这样，如果倒过来，你听一听啊都没有用，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啊。视力过密水浅啊，上人每次这个初一十五这个拜经晚开始都会讲这个。今天是2024年的啊这个3月1号了哈。我今天是提早把这一集录，现在有时候会提早一天先录这样啊。那上人每次这个啊这个朔旦啊望旦，朔旦就是初一啦，望旦就是十五啊，都会讲这个。就提醒我们日日过啊，生命日日减少啊，盼望在这辈子的人生，生命是消退啊，我们的慧命一定要增长啊。时间一天一天过，命越来越少，对不对？生命消退嘛。那慧命有没有增长呢？如果我们有闻法，我们有行法啊，行经啊，这样这个就会成长慧命。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所以法一定要拿来用。你就会理解，这样用这个法来化解，就是学以致用。比如说遇到这个看不顺眼的人，就想到要柔和善顺啊，想到要忍怒啊，想到要说爱语啊等等，这些法其实都是可以用的，所以又是学以致用。事理本来就是要汇合，这个事与理如果没有汇合，那这个事是事理是理，这不相干，这样就不对了，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生命啊，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我们要珍惜人生啊，因为只有人生啊。上人今天也是特别讲这个啊，就是说，就是你有生命啊，才能够成就慧命啊，成就菩萨道，成就慧命，都是因为有这个生命啊，所以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珍惜啊，这样啊。那佛法一定要用在生活中啊，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自觉觉他，自度度人啊，让社会这个越来越进化啊，越来越祥和这样。所以我们若能够啊，今生此世接受佛法啊，接受佛法就是把佛法的这个智慧啊，用在人间啊，这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上来接着就讲这个是。如果理想上是这样，可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一般人会没有办法这个接受到佛法的智慧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听耳根，比如说眼耳鼻舌身，上人就从这里这个五根这个五识这个开始讲，这个耳根会听声尘啊，那 眼根会看到外面的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个颜色啊，高的、低的、矮的、长的、短的、红的、绿的、黑的、白的，有没有去分别？其实上人今天讲这个，他讲的非常好。有时候我看哇，上人这开示的非常的这个清楚啊。他把这个人的这个分别、执着、妄想是怎么形成的，交代的很清楚啊。因为你去看这个哦，看到这个喜欢的，就开始分别了。哎呀，我喜欢这样的颜色啊，我讨厌这样的颜色，我喜欢这样的形状，我喜欢我不喜欢这样的形状，我喜欢这个石头，我不喜欢这个石头，有没有？宝石不是这样来的吗？是不是这样啊？我喜欢这样的质料，我不喜欢这样的质料，我喜欢这样的味道，不喜欢那样的味道，什么是宝贵，什么是便宜，慢慢这个就会形成你执着的一种价值观，这样那心就会执着在这个这里。那如果执着这个价值观以后，就会开始去追求，比如说你去追求比如说，好的喜爱的珠宝，喜爱的衣服的款式，对不对？每次都要再买一个珠宝，买个耳环，买个项链，买个戒指或买什么名牌的买什么衣服，执着就在这里了。这样就是你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就被绑架了，是不是这样？
这个就是一种执着分别啊，这样，或是贪啊，贪嗔痴慢疑，这个贪欲就出现啊，这样，所以就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六根沿着六尘就形成六识嘛啊，我们就会去吃爱吃的，对不对啊？去看爱看的啊，听爱听的，那其他的我们就这个不喜欢。那如果拿吃来讲，你就有吃好吃的，就有些人会吃什么龙虾刨鲍鱼啊什么什么这些啊，这个就会伤害了很多生命啊等等，是不是这样啊？上另外再举这个大自然啊做例子啊，这个我感触也蛮深的啊，就是说上人因为开始的时候都一大早啊，五点多啊这样，那这个一大早境界很宁静的啊，鸟叫的声音，除了上人开始的声音，就是鸟叫的声音啊，是一个很自然的背景声音啊。那这个大自然的声音其实就是很美的，可是上人说现在很多人啊，人力定胜天啊，这样去制作很多音乐啊，那很多音乐有的什么古典音乐、西洋音乐啊、中乐啊等等各种乐啊，那这个啊就这个或流行歌曲啊这样啊，摇滚乐等等啊，那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音乐比较好听，反而忽略了大自然的声音啊。我今天刚好看一本杂志，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交响乐团的新的指挥啊，新上任的指挥，他就很喜欢听大自然的声音啊，特别是一大早啊。这个一大早这个鸟叫的声音啊，还有这个傍晚这个鸟叫的声音，他说一大早醒来听到鸟叫的声音，他的耳根应该是特别敏锐的啊，他就很喜欢这大自然的声音，包括海洋的声音，各种声音，所以他可以做这个国家这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啊等等，那是有他的道理啊，他就非常喜欢这大自然啊，他就喜欢住在露营车里面，他觉得这样才能听到大自然的这个声音，这样啊，他不贪图他住在这个五星级饭店里面等等，他宁可在外面啊，接近大自然啊等等啊，也是很有趣的例子啊。好，这就是生根沉静啊。每个人这个有些人会不断的造作啊，因为环境就会不断的改变啊。你要追求什么？你要买一个玉镯，人家就会去开矿取玉镯。你买钻石，人家就挖钻石矿啊，等等，就一直破坏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啊。这样，如果你越追求这些东西哈、啊，还有就会，还有你如果有些人是追求知识啊，一天到晚就是追求知识。那自然本身其实就是最好的一本书。以前我记得接触过基督教的传教，他跟我讲。大自然啊，大自然是第二本圣经啊，就是说，其实除了读经以外，你要读自然啊，像声闻缘觉，缘觉是不是读自然，它就可以悟啊，等等。所以这个不可以因为啊，就一味的追求知识，就远离了大自然这样啊。那如果你一直陷在这些贪嗔痴慢疑里面，就是贪欲啦、烦恼啦，就会带来很多烦恼啊、造业这样，然后也让人间。不得平衡，这样上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人间、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都会、哦、让人家很担心的、哦、所以像我今天就录了很多摘录很多上人前面开始的重点，前面开始我摘录比较多，后面就比较少了、哦、因为我觉得上人今天开始的、哦哦、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蛮感动的，如果你听懂了、哦、因为我要努力听懂上人到底在讲什么，我刚才不讲，你要信受佛语，信受奉行，他才会入佛的这个质量，进入本门来，是不是这样？那上人从他其实天文地理，待会会讲天文，他从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这些各种的这个还有天文地理他 都有讲这样，所以我真的是看了就蛮感动的，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这个信受、啊、就是说佛陀教我们的法是这样、啊、上人教我们的法也是这样、啊、那我们除了信受以外还要奉行、啊、我们要去身体力行，我们才有办法体解大道，因为这个道、啊、道我
们说道它是一个动态的，在这个转五识、哦、为成所作智，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七识为平等心智，转八识为大眼睛智的那一段我们有讲，对不对？你要入人群去啊，要转世成智啊，才会体解大道嘛，是不是这样？才会得到这个法，才会 开道铺路，成熟众生、哦、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 转世成智、哦、这个这条道这个法、哦、才会出来。所以这个体解大道、哦、这一段是很重要，这之前讲过了。所以我们生命如果能够体解大道、哦、这法就是我们的，因为法在人群中得嘛，你法在转世成智当中不断不断的进入你的八识田中，是不是？所以不是说啊，只有闻法，或不是说请求佛给你加持，有没有这一段？为什么这边前面都讲过，大概讲一下。这边我把上人开始的愿文都摘录下来。好，上人讲了好几次，不是啊，不是，不是什么？这个法啊是佛的啊，现在人需要法，佛啊你为他加持，对不对？现在很多人都会去求佛加持，或是求喇嘛加持，求什么这个和尚住持为他加持啊，这都不是啊。这样 佛法你就是好好入心来啊，信受奉行，对不对？体解大道，这样好好去做，这样法就是你的，而且就可以传下去啊。这样不是说靠佛来保佑我们啊，开我们的智慧，智慧要自己开啊，这主宰是自己啊，对不对？你不用功不努力，对不对？怎么可以得智慧呢？不行，对不对？上人都可以讲得清清楚楚。另外为了让我们信、啊、这个上人又再交代一遍，就是说2500多年前、啊、你看现在的这个尼泊尔、啊、这个古时候的 印度、啊、印度现在有分印度跟尼泊尔、啊、佛陀就因为尼泊尔在印度的北方、啊、那佛陀他出生的地方在现代的这个尼泊尔、啊、他活动的这个足迹、啊、就是在尼泊到印度、啊、这边在恒河一带这样、啊、所以、啊、这些都有这些历史的古迹留下来、啊、都还在、啊、这个你们可以去看大哀坛台的这个寻踪、啊啊、这个节目，还有一些之前经典杂志也有报道过等等，最近这个 有拍、啊、又去走一遍、啊、把这些佛陀走过的路、啊、都把它再记录一遍、啊、这都是真实的例子、啊、还有很多阿育王住留在那边、啊、还有这些、啊、寺门这些门、啊、这当时的城门的遗迹 有的都还在、啊、都看得到、啊、还有这个佛骨舍利啊等等、啊、好，那这位圣人就是佛陀、啊、为什么会在当地留那么多古迹呢？因为他有他的智慧，对不对？佛陀的一生有他的这个他示现的道理，你看他示现啊，入灭以后阿育王又护持佛法，对不对？造了很多这个佛柱、啊、这个佛塔、啊、来这个纪念、啊、或是这个敬仰这个佛陀、啊、等等、啊、所以这样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啊、还有我们有去取经 啊然后这个又有这个僧人来到东方来传法，那我们也有去、啊、到西方到印度去取经等等、啊、所以他的智慧、啊、就是影响那个时代、啊、那 也希望影响当时的人能够破除迷信朝着正确的道路去走，提升人的智慧，那这个法就一直流传到现在。所以这位圣人就是佛陀，他说的话他自己很有自信、啊、我所体悟到的，我所了解的天地宇宙的道理，我一一来分析大家来听，好，就好好地听，就是这里。那这个佛陀他体会到天地宇宙万物的道理，那上来就有举例子、啊、举那个像从地涌出品，那个有没有这些从地涌出菩萨、啊、下方虚空中住，上人就讲这个虚空、啊、虚空这个概念、啊、这个地球是在一个虚空中的概念、啊、整个宇宙有无限的世界、啊、上人今天就在讲这个，就讲刚才讲这个历史的足迹古迹，那我们信，那用现在科学的解释、啊、这些宇宙的道理佛陀也都跟你讲很清楚。
等于是佛陀很久很久以前他就体会到这些了，所以这些宇宙的道理他都清楚，成住坏空等等。那所以他体悟到说，人类要什么，要你要主宰自己啊，主宰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对不对？你体解佛法，依照 佛陀所教的法 去行、你就会证悟成佛等等。上来把这些道理都讲得很清楚，那大家长时间去做以后，整个世界就越来越清净，整个社会越来越祥和，就造福人群，这个理论是这样来的。那上来今天就举了这个，有天文学家刚好来拜访他，给他看这个大宇宙图像，像左边这样这个图，那这个哇，这个整个宇宙造起来是这样这个，那现在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天文望远镜就各种的图，那这你要把整个宇宙照进去也是很困难。好，那照进去以后你会发现，不管一颗星球或者一个星云这样一团一团的星云，哇，这个进入上来就说指着一小撮这样说，哎，这里有多少世界？然后那个教授说，这是也是恒河沙的世界，有没有？因为这个图啊，这个大家看不懂，后来有人就把它再把它弄成右边这个图。那右边这个图啊，就因为故意把地球弄大一点，本来地球是很小的，其实左边这个图也可能有调整过一点，只调比较少把地球弄大一点啊，因为大家想说，如果不调的话，地球是非常小的，快看不到的。那现在把它弄大一点看得到，放大一点再看啊。地球当然其实没这么大了，只是为了标出来说太阳在中间，太阳系这个九大行星或八大行星这样在旁边这样。好，那地球因为其实因为这是平面的，其实应该离太阳的远近它会有不同，所以其实最左边最原始这张图比较准，可是这个地球稍微把它放大了一点，要不然你看不到，太小了这样。那上人就以这个做例子，有没有？我这个讲一颗海王星，有没有？右边有一颗比较 深蓝色的 Neptune， 有没有海王星在这里等等。好，这就九大行星，他故意把它弄比较大一点，也把太阳弄大一点，让你比较看得到，要不然实在太小了。所以上来就举这个做例子，这个太阳系的图，这个大宇宙图像里面，说问上人就指着一区一小区，说这里面有多少世界，对不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叶教授就回答说，这无量恒沙数的世界没办法说那里有多少，因为那个宇宙是很深，那个深度，因为刚刚是平面的嘛，哇，真的是的确是这样那上人就说，哇，这么大张，光是这么一角就无法计算的星球在这里，只是一个太阳系而已就说，那这个各位，我们人类是很渺小的，所以我们要理解，我们真的是很渺小。那佛陀这些道理他很早很早他就都觉悟了，都理解了这样。好，来看后面补充跟这个经文跟解释信受如来所说，精诚如实奉行，如来所说之法，诸经之中多有如师信受奉行像每一部经的最后都会信受佛语这个作礼而去，皆大欢喜信受佛语作礼而去等等，信受奉行是很重要的。好，来看昨天的文，复告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成谛之语，又复告诸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成谛之语。那佛陀这个讲汝等当信解如来成谛之语讲三遍事实大众，事实菩萨大众弥勒为首，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这个弥勒菩萨代表这个菩萨大众也回应，我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也讲了三遍如是三百已复言，我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所以讲了四遍请佛开示讲了四遍。来看解释事实菩萨大众弥勒为首，合掌白佛言，弥勒极众见佛再三如此教诫殷切故勤众前进合掌口发成言，
誓愿弘扬于佛所教法，所以回应这个佛陀的教诫，用很虔诚的心，一请再请三请这样。世尊，我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佛之所言教，我等弟子当诚信受，无有疑。作为一个佛弟子，当然要这个虔诚深信这个佛陀的教法，没有这个疑惑疑悔这样。如是深博矣，复言，我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如是三次博世尊矣，佛犹默然，未蒙首肯许可。所以佛陀之前告诫三次，那这个弥勒也回应三次了，可是佛陀还是默然，还没开始讲这个，所以只好再讲一遍，对不对？再请一遍，深博为佛每一教次，弥勒即博佛一次，声明信受，如来既垂三戒，积众乃生三请，三请之殷切，如可施引，如饥施食。那这里面他这样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是用对话的，因为到底是佛陀直接告诫三次完，那这个弥勒说这个请三次，那照这样解释是他有对话，佛陀告诫一次，弥勒就博佛一次，这样对话对话对话，这样比较合情合理的。那所以代表说什么？代表这些在现场的会众，弥勒为首做代表的菩萨大众，他们三请就是 很虔诚的，很殷切的来请这个佛陀开示，就好像渴的人要喝水一样，饿的人要吃食物吃饭一样，是这么的殷切。表其信受殷切，既生三请之后，复言，我愿说之，乃成四请。所以不是讲了三遍嘛，互动三遍，然后最后复言就是又再说一遍，我愿说之，所以有四请，对不对？好，那这个佛陀要开示之前要讲汝等谛听，汝等谛听，这样又多了一戒，所以四请四戒是这样来的，四请四戒是这样来的，所以你好好去算就知道了。如来从无量劫，现无量身，入无量土，演无量法，化无量众，皆是方便。因为之前不讲如来有法身吗？报身还有应化身，所以你了解如来有这个法身、报身、应化身，这个还会现方便无量百千万亿的这个应化身，所以会有无量身，可以入无量土，演无量法，化无量众，这之前讲过了，这都是方便的示现说法，现一个相。那我们来看上人的结语，到华经接下来这段经文开始就是显本，所以本门开始要开启那个本门，所以今天最重要是入这个本门，开示悟入的入，要你入本门，对不对？入佛的这个质量，因为佛的质是无量的，而且你要深信信受奉行才可以理解，所以我们要很用心才有办法去体会后面要再说下去的法，这后面的法真实很深，又不是真实甚深甚深，对不对？所以请大家要时时多用心，我这边赶快再拉一个多用心的图才能契入契入本门，希望大家都能够多用心都可以契入本门，所以今天上人这段话大家就理解了，今天用的是就把上人开示的重点把它整理一下，帮大家复习，这样也可以看出来上人的开示的用心，我不说看了真的很感动，上人从社会学啊、教育心理学啊、各种天文地理这样，对不对？古籍啦，还有天文学各种的角度，就是为了让我们信信受奉行，他告诉我们要用要用，这样的话这个好好的学习佛法，好好的用心谛听，好好的学以致用，才能够入佛质量。祝福大家都能够多用心，都能够得佛的大智慧，感恩大家，愿做上人的助教，广传净思妙莲华，感恩。